情况，小五怎么被比比东给抓走了。可恶的比比东竟然抓走了小五。小五你别急，我召集伙伴就来解救你。哥斯拉你来帮帮我吧，比比东实力太强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哥斯拉在，必定把小五给救出来。有你这话我就可以放心了。小丑先生也带上吧，他看起来好像比你还厉害一点呢。哎呦你妈！你的老对手大金刚也带上了，这一次肯定能把小五给救出来。这怎么又有个小丑啊，我的天，居然还合二为一变成黄金小丑了。怎么又来一个呀，我不会进了小丑家族吧，这一次怎么不会变身呢。就凭你也想救出小五，我比比东要的人还没有能跑掉的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可恶的比比东，不放了小五看看谁教训谁。别以为你有钢铁侠帮助你就无敌了，就让我的黄金小丑来对战你的钢铁侠，小丑先生对战你的哥斯拉，哥斯拉对战你的雷神，兄弟们给我上，救出小五。知道错了没啊。